观音观那来乡的农民张建忠栽种竹笔荔枝已经是有十多年，拢是依照方式来栽种，减少白虫害甲农药的使用。每年采收期早就被预定了了，但是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荔枝开花结果拢毋是讲介顺利。150多丛的荔枝树，产量煞无甲30多斤，根本就无够费量会当交人。等到4年前引进的挂绿荔枝，经过接机了后，产量并无受到影响。嘛，个张建忠计划明年要来专种这款的荔枝。现在已经是荔枝的生产期，但是今日拿来各农张建忠的公园所看不到结果的情况。张建忠表示，因为今年冬天的气温上高，和荔枝的生长受到影响。今年准备连一点嘛无，冬至了下完大寒哦，就是要有15度的低温啊，才有法度。嘿，爱加要有低温有够，温度那么是伤高啊，所以无法度开花，干透风尔，干透就叶啊尔，无花。张建忠伫拿来栽种竹笔荔枝已经10多年，伊表示，即几年荔枝生长面对气候变迁有真侪困境，互伊适当前引进7丛挂绿荔枝，想要到这种品种收成相当稳定，绩效也比较好。这竹笔也拢无生，啊，这盆这挂绿的啊，现在搞咧，我著逐年了钱啊，所以我无法度，我著起起一把，啊，但是嘛是要过了钱，今年嘛是过了钱啦。算讲吼，看起来啊都。袂歹，还佫人佫提我食，讲也袂歹食，我就佮提个，佮买来种看卖啊。可够无？佮竹笔比起来，安尼是讲个，安尼是差不多啦。这种挂绿荔枝原产地伫中国，外形和一般荔枝无同，外壳红中带青，每一个果实拢有一圈青线，才被号名叫挂绿，而且外形是比竹笔的品种大真济。啊，这有迄个芳味，较 Q， 啊，佫来就是讲。有荔枝迄个香味，我嘛甲加加甲都平常诶，准备诶上久放咧条半个月尔，两礼拜安尼尔，无头搁放啊，挂咧放一个月，伊这特殊的所在啊。这个更了解吼，伊咧种这荔枝的时阵，伊非常用心吼，所以伊所种出来迄个荔枝哦，不管是准备，阮咧准备也做好食，而且话一个蒸橙挂绿这个部分吼，吃起来整个口感哦，更加 Q， 更加甜，啊个甩起来这籽吼是干一点点而已，就一点挂绿这样子而已吼，所以伊迄个品质是相当的好。看到适当真正的挂绿荔枝开花无受高温影响，收成相当稳定。张建忠已经决定甲挂绿的品种接机到竹笔顶关。上近每年，民众就当食到这种中国才有的荔枝，记者的山差不多。